这封信我是要写给我生意上的朋友，一会儿你帮我送过去吧。好好，那你先写，我去给你煮碗面。哎，大姐，哎，小杨，你不是买衣服了吗？我在周围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洋服店。哎呦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从这儿一直往东走，哎，过了一座桥，桥头呢就有一家洋装店。啊，姐，你去接信呢？不是我的，是马二给他做生意的朋友写了一封信，让我给他送过去。地址在哪儿？顺路的话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好像不顺路啊，地址是，哎呦。你瞧我这脑子，刚出门就给忘了。我再回去问问啊。姐，信封上不是有地址吗？我不认字儿啊，让我来看看。哎，天宁街21号。天宁街21号。天宁街21号。啊，这次我记得了。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啊。哎。袁小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放心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随时都能找到你。你想打电话？想给谁打电话呀？哦，对了，你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点什么？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根据我的经验，保持沉默，这说明你还是有话想要告诉我的。我希望你尽快把消息说出来。别忘了，你的家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去团聚呢。告诉我，马后怎么样了？快点。马后他醒了。袁淑英，他们有什么行动吗？他让大姐给人送信。什么信？送给谁的信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地址？天宁街21号。可让我找着。厅长，天宁街21号，马上带人过来，要快。你继续盯着他，有什么新的消息，马上告诉我。等我忙完生意上的事儿，就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
肯定是个好地方。他要带我去解放区。他是共产党。什么信？送给谁的信？什么地址？糟了！站住！去哪儿啊？听我说，我在帮你们李局长做事，你搞错了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不感兴趣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有人想找你。什么人？想让你死的人。好的，谢谢伯父。哎，东龙想怎么说？伯父说他有一个香港的朋友，有一艘货轮要经过罗金港，两周后准备出发。伯父已经打好招呼了。杜先生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啊。看到了吗？比起伯父，你可差远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事都能捎上我呀？有人吗？谁呀？是王先生吗？我是马二的姐姐。马二是谁？马二就是赵连生。是王先生吧？啊，是我。马二让我给您送封信，那。哦。马二他怎么样啊？哎，别提了，前两天被强盗给抢了，受了点伤，不过呀，已经好多了。哦，那过两天我去看看他。啊，不用了，马二交代过，等他身子好了以后啊，就来找您。王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我得回去照顾他。好，没什么事儿，回去代我谢谢马二。哎，好。那慢走啊。因突发事件身体不适，恐难亲赴朝鲜，现将罗金港与图门市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告知，其余问题烦请王兄代为斟酌，务必保证公司业务付诸执行。信中没提袁淑英啊，要不我去跟踪他，兴许能见到袁淑英。保密局那边的部署我们还不清楚，一定要谨慎行事，在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想尽办法把李守业的阴谋告诉袁淑英。明白。
你来了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让人打了？哎，不用你管。人呢？人在小树林里，我都给你绑好了。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？我是让你杀了他，我是让你杀了他。我可不敢杀他。为什么？胡猛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曹乐生让我保住他性命。曹乐生？对，曹乐生。人我给你带到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至于曹乐生那边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说出一个字来的。干什么？你一个臭婊子！我，别动！别动！冷静！滚！冷静！滚！我滚！为什么对一个女黑帮这么念念不忘？我老婆她不是帮会。你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她是个逃犯，你会惹祸上身的。只要能找到她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可别太过分，如果要过分了，老子对你不客气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
喂，锦云，是我，淑英，你在哪儿？先不说这个，你知不知道老王家的电话号码？我不知道，怎么了？少杰和小芳去哪儿了？打电话为什么没有人接？他们可能去老王那儿了。淑英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李守业已经知道了王一峰家的地址，他们有危险。老王住哪儿？我去找他们。喂，淑英，喂。只有你们两个，行动一组临时有任务，要晚一点到。里边什么情况？我们一直盯着呢，目前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你们俩听好了，是，好好给我看着，别暴露了。是，您放心。跟我来。是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是保密局的，临时征用你的房子，你给我下去。这是我的房子，凭什么我下去？你的证件呢？放开我！证件，证件，证件，证件！哦，小芳。我把三位民主人士的名单在最后跟你确认一下。第一位就是江城大学的沈忠平校长。第二位是东方早报的林思华社长。第三位就是张俊山律师。这三位知名人士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。能否把他们顺利地转移出去，关系到我们新的政协会议能否如期召开。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瑕疵。国民党的特务一直监视着三位先生，要想顺利的转移难度很大。杨姐，杨姐，杨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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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
的好吗？你看一眼。老板，我打个电话。好的。喂，你好，你们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吗？哎，啊，我要举报。刚才我好像看到有几个人，好像是共产党，嗯，大概有三四个人吧，在天宁街38号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你跑什么呀？我哪有跑啊？李守业在哪儿？你找李守业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？你放！你！你又跟什么人做交易了？啊！我哪有做交易？这是我自己的，你不要冤枉好人。你干什么，唐景云？我可是警察。你这样的人也别做警察了。我数三下，告诉我李守业在哪儿。一，你就是个疯子，你！我跟你说，二，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我说，你把枪放下，你把枪放下。我说，我不太确定啊，不过有可能去那个地方了。马大姐回来了。哎，景云，少杰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哥坐马大姐来的这儿。马猴人呢？马猴不知道，马大姐刚刚出去了。你看见李守业没有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坏了，淑英给我打电话说李守业知道老王的住处了。啊，你晚上7点之前赶回来就可以，我们商讨一下关于北回归线的计划。好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咱们晚上见。好，小董说他下了班，马上就赶过来。好，这是小沈的电话。好。怎么样？电话一直打不通。
电话还在用，说明没有状况。袁淑英可能去通知他们了。我担心他们是不是被困住了。咱们过去找他。好，走。我们是保密局行动一组的，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抓李守业李局长？你说他是李局长？废话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们到底是哪的人？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，有人举报，说他是共党。把箱子放下。啊，放下放下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局长。局长，完全是个误会，没事吧？真的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啊，误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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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瞎了你的狗眼！误会，误会。局座，走走走走走，妈的！李局长，真是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把枪收起来。是。啊，人还没有出现，暂时不要采取行动。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是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杨姐，小满，我知道你是共产党，我认识王一峰、杜少杰还有方飞林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这事儿是我被李守业利用了，以后给你解释。现在最关键的是马上营救老王他们。你有没有带枪？带了。我去引开他们。你打算怎么引开他们？枪里只有两发子弹，你不能和他们硬拼。你放心，我可不是个鲁莽的人。小马，杨姐，我一直都很感激你。当年在武道会的时候，要不是你一直跟我提共产党的事，我就不会逃去延安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。杨姐，谢谢你。小马，
难道叶水星记错门牌了？有后门吗？有，有。从后门走，不要回来。好。走了，你在这看着他。是，追。淑英，我们快走，李守夜来了。他们都走了，把你留下来了。看来你也不笨啊。是故意把我们引过来的。你的通话还在21号。别动！你暂时还不能离开这里。站住！把脸转过来，双手抱头。守夜顶到了31号，你们先走，走啊！你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走，好，走，走。哎，等回来我再收拾你。你怎么样了？军长，我们站住！你先走，我在这儿给你顶着。我走不了了，你别管我，快离开这儿！别废话，赶紧走！唐金云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告诉他们，我在江城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不要设法营救我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更不要暴露身份，等待江城解放的一天。不行，咱们一起走。唐景云，袁淑英在等你，跟上，快快走。是不是没子弹了？上。
没事吧？带走。走。快进去搜，快。是是是。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？你和稽查处闹的笑话，我都看见了。哼，我就知道这帮狗杂种要坏事。你们养了这么多狗，自相残杀也是难免的。你不要太得意，输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懂吗？一年前我们撤离延安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么说的。局长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带回去。要不然出去吃大鱼了，忙死人。马红，醒过来了。我叫赵连生。哦，你叫赵连生啊？这个名字好，这个名字好啊。连生，你知道我想问什么？痛痛快快的，别浪费时间了，好吧？我是中央特工部的特派员，来江城执行北回归线计划，负责把民主人士转移到解放区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。嗯，毛局推断的果然没错，这根本不算什么绝密情报，每天多花点时间听听解放区的广播，想了解情况一点都不难。那我来问你，你要转移的民主人士还有谁？什么时候出发？走哪条路线呢？你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